我一下下啊，有点迟啊，这一版，等下我要警告一下大家了。干嘛那么迟呀？哦，他开不到。哦。OK，好了，来大家开下 video 啊，我们开始上了。Video everybody，OK，、okay, 我们看4.2啊，这个 sector 的哪个？OK，energy sector 就是有遇到什么问题啊？什么 issue？OK，、okay, 哎，开 video，地基、佩恩、维汉、组成，everybody，come on，全部人，全部人，全部人，everybody，组成，组成，欢迎开，组成，组成。组成，OK，我们看 social scientific issues 啊，OK OK，他在跑着，不要管他先。诶，这个组成又重新进来了。组成组成，Jensen，你看啊，说 issue social scientific 是什么东西啊？OK 啊，就是跟 social 就是讲人咯，跟人有关的，对吗？scientific 就是科学啊，就是跟人跟科学有关的，是什么来的呢？什么课题？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是这几个啦。啊，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啊，OK，他还在跑，我给他跑先，我怕他等下断掉。所以你看十二点钟 global warming 啊，不懂什么东西的，你不懂哪一个的意思，就把它写下来了，OK。Jensen 开 video， Jensen 组成啊，维汉今天开 OK，Jensen 在吗？Jensen 开一下啊，先开啊，你看啊，什么来的、啊、这个、啊？所以大家你的课本拿出来啊，有需要的你要写下去啊，OK。本曼啊，上 global 哪一个不懂你就写哪一个啦，OK。OK，这个是全球暖化对吗？全球。暖化看不到什么跟我讲啊，因为我可能会开小一点点啊，你真的看不到，你要跟我讲，我就开大一点，我试一下调一下。OK，这个 Jensen 听到吗？全球暖化开一下暖化。OK，所以这个我们顺时针啊，这个空气污染你知道啦。OK，这个。Indiscriminate waste disposal 就是讲哦，在这里啊，它意思是没有计划性的，没计划性的，就是乱乱丢的啊的那个垃圾，丢垃圾 waste disposal。OK，不是我们啊，这个啊，这个是政府了啊，哎，当然也是我们呐、啊，哈，我们当然也是有关系，所以现在政府要教育人民了，你知道吗？垃圾要怎样，要怎样去丢啊，然后他们才可以更好的处理嘛，是不是？说滴答的蓝枪很明显，然后没计划性的啊，OK 的本汪安西沙的丢垃圾，喂，Jensen 在吗？听到吗？然后水源污染没有问题，然后 deforestation 就是砍伐森林啦，啊，英文的，哎，砍伐。森林，Jason 啊，OK，给你5分钟啊，准备啊，开 video。本呢邦安胡丹马来文没有问题啊，OK。还有哪一个字不懂要跟我讲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人类活动导致的 social scientific issue 导致的问题啊。我们还有我们就是释放很多，就人类的活动啊，会释放很多的那一个gas rumah hijau，我们叫它这个啊。大家可以 highlight 跟着，哪里有啊？Greenhouse gases 就是会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气候的转变咯，看到吗？climate change 就是气候的转变，perubahan iklim 啊，OK？So
气候的转变啊，导致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的嘞。你看，会导致这一个 Kemarau 旱季、旱灾啊，旱灾应该讲啊，导致这些。OK，我跟你讲它的华语写哪一个不懂了，我们要写。因为呢，这些大家你要准备一下。如果他叫你给那一个他叫我们解释 Kemarau 的题目啊，那你要会解释嘞，知道吗？OK，所、so, 看一下这一个 Kemarau 旱灾，哪一个不懂就写哪一个啦，懂了都不用写啦。健身好了吗？Video 开一下，前半段开，来，droughts 啊，旱灾，这个啊，flash flood 是那一个闪电水灾，知道哦，banjir kilat 哦，peningkatan suhu 懂咯，peningkatan suhu bumi 地球的温度提高啊，ribut 倒翻台风啊，暴风。台风要暴风，这个 reboot 倒翻，那一个 thunderstorms，雷雨他写的，OK，雷雨就好。哦，unstable 他讲我雷雨。啊，是很，我们在讲这很大型的雷雨啊，OK，会导致台风那一种啊，知道吗？还有 Kemusnahan biodiversity 啊，那些生物被破坏了，OK，哎，这么精神又关了的啊，那些各种的那种生物啊，就是destruction 被破坏，遭受破坏，就讲他们绝种了，OK，OK，好，可以看到了，OK，所以那边你可以刮胡一下，说如果还有提到的话，你可以用那些来做例子啊，你知道吗？这一课啊，我的建议是讲这一课你要准备 SAT，他很爱出 SAT，然后呢，其实也不太难讲真的，因为很多我们读过的东西，有没有？哦，好像 geography 这样读过的东西来的，只是你就是算是怎么说呢？更新一下，然后复习罢了啦哈。有一些词汇啊，你要记复习一下咯，因为那些词汇其实我们学过了的。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ctor 的那个 energy sector 啊的那些各种的问题啊。比如说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使用很多这种不可更新的能源，对吗？哈，不可更新的能源。你看这些以前我们也是学过了的，对不对？说哪一个字，你觉得你需要去记得，你自己就画一下啊，highlight 一下，画一下星星，还是怎样了啦？啊，还是写下它的华语。有一些你会咬的哈，就不用担心了啦。OK，比如说啊，什么是不可更新的能源呢、啊？就是这几个啦，petroleum 啊，arang batu 还有 gas asli，就是三个化石燃料来的，这三个都是哦，石油。碳还有天然气，说、so, 这个哈、哦，因为每一年呢、啊、哈，人口一定增加，对不对？人口增加，用量就增加哦，所以全世界的用量是一直增加的。说、so, 如果这个我们一直持续的这样增加的去用下去呢，很快啊，这些 fossil fuel 就是没有了的，哦 depleted 就是耗尽了，用完了，depleted 你可以写用完啊，哈 OK，depleted 啊。所以他讲 "it would not be long" 就不会很久了，到我们用完这些化石燃料，很快就完了，就是讲 OK。可是不用又不可以哦，对不对？因为我们一定要用到的嘛。现在是哦，它基本上它是基本需求了啊。哦，好像你要去哪里啊，每天都有用到诶。现说、so, 怎么办啊？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OK，再来啊，第二个啊，pembakaran sumber bahan api fosil，说、so, 除了汽油啊。我们还有用它来在工厂燃烧的，你知道吗？这个汽油不是只是用在我们的车的，很多的工厂都是用汽油的，所以他们就会烧碳跟汽油，fossil fuel，刚才那三种咯，刚才那三种这个来的，OK？他们也是有工厂也是会用到，说、so, 在燃烧的当额啊，会生产出很多的温室气体，gas rumah hijau 啊。这什么是温室气体啊？谁还不记得这个的？你现在跟他画起来，你可以用啊深色一点的，还是怎样的东西去画一下？什么是温室气体啊？二氧化碳最主要啊，看不到，因为红色。你看到我画什么啊？二氧化碳啊，最主要是，OK，carbon
来哟，西达看到吗？温室气体，因为二氧化碳会困住热能的，OK，所以导致呢，哎呀，我们的这一个 Pemanasan Global 越来越严重啦，啊，这一个全球暖化就越来越严重了，OK，再来第三呢，啊，我们烧这个化石燃料呢，导致非常严重的那一个天气的转变，本来没有旱灾的地方哦。变成有旱灾了，你知道吗？啊，本来呢不会下很大雨的地方，变成它会增水哦，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气候的改变，extreme 啊，extreme 嘛，extreme 就是过分了哈，知道吗？很严重的改变啊，导致呢，格马拉班江很长期的旱灾啊，还有各种的天灾，本强那阿拉是天灾啊，OK，long droughts 啊，还有各种的 natural disaster 就是天灾咯，OK。所、so, 以，因为气体那个天气转变了，OK，大概是这样啊。你看，重要关乎起来啊。好，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哈、哦，现在我们既然有办法去设计发明各种的那一个科技啦，这样我们也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所以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啊？大家，我们用 green technology，就是运用这些 technology 去解决啦。啊，所以我们讲运用。Green technology，我们看一下啊，运用，OK，来 overcome 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问题。所以大家你看一下啊，energy sector 就是 green technology 里面主要的一个领域啦，这个能源的领域啊，它是最主要的领域。OK，所、so、以我们会注重两件事情啊，第一，how energy is produced，能量怎样被产生，或者是被供应，supply 是供应，一样啊，看不到给我讲啊。不告，马来文加那是产生，英文 produce 应该是没有问题啦。OK，产生和供应那个能源怎样产生的，怎样供应的？还有我们会注意第二个事情，怎样有效率的使用？你记得吗？有效的啊，它的或者是它的效率，就是啊，你给它一点点，你给它一点点那一个能量哦。或者是啊，你给他一点能量啦，他就完全的转换成你要用的东西，你要用的能量。比如说冷气，你给他一点电能，他就完全转换出冷的气体给你，那个是非常有效。可是你给他一点电能，他只用了50%来转换成冷气，另外50%变成了那个 motor 在跑的热气，这样就是没有效哦，一颗星罢了啊，五颗星就是很有效，效率啊，我们再讲啊，说它的效率我们会注重，OK？还有呢，那个产生出来的能源啊，怎样分派出去？阿给汉是分派到你家，分派的过程中哦，那个能源也会消失，也会少掉的，你知道吗？因为在跑电线的当儿啦，有一些电器你用了啊，有没有发现哦？那个瓦呀啊，有一些电器啊，有没有发现那个插头出来那个瓦呀会变热的嘞？OK，那个是不好的哈，那个就讲有点问题了。OK，它有两个问题，一就是它正在消耗你的电，浪费你的电，真的是浪费，因为它变成热，就是讲没有用到了那个电。第二就是哦，它真的会烧的，如果你开久了的话啊，因为可能那个瓦要不够粗，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哦，那个电量太大了啊，有可能的。OK，或者是还有怎样跑电还是怎样？啊，所以哈、哦，我们要看讲分派。现在讲分派是更远的，就是从发电厂到我们家，哈、啊，它的分派。所以我们会注重 A 跟 B 这两个东西啊。OK，大家你看一下，我们先讲马来西亚的电呢，啊，我们有主要啊用两种，OK，最主要是水力发电哦，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不是？OK，你看啊，水力发电，我们看一个例子啦，在这个小格，这个是肯益湖的水坝，你听过？肯益湖有吗？恩邦安科纽，它是在丁加奴的。OK，所、so, 以这一个丁加奴，这一个肯益湖的水坝呢，它是最大的水坝来的，在我们的这一个西马最大的水坝啊。所、so, 以它是控制水，它有两个功能啊，一就是产生电，二就是控制水灾。注意啊，大家，水坝我们平时学到的哈、哦，就是产生电，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它可以控制水灾，就是讲哦，它这个它可以装水啦，说下雨啦，那个雨水会跑去这边，就不会蒸去附近的村庄啊。这个就是它控制那一个overflowing flood water 的方法咯，知道吗？水灾控制水灾。OK，
当然还可以产生电能在我们的国家。OK，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风车先呐，大家看一下这个风车啊。Sumber tenaga angin 啊，OK，风能的这个什么的来源，OK，所以风车其实它是一个很干净的能源，clean energy source，你看到吗？Sumber tenaga bersih 很干净啊，它可以取代干，所谓的干净就是啊，你不用燃烧东西，就是不会有二氧化碳跑出来，OK 啊，因为有一些地方呢，他们有一些产生电的方法啦，是用烧那个汽油的，你知道吗？烧汽油、烧煤炭，然后把那个燃烧的这个热能转换成电能，是不是很浪费？所以我们用水还好咯，是不是？用风了也是很干净咯，哦，因为不用燃烧，所以它可以取代啊，大家，它可以取代运用巴汉阿比 fossil 的改天啊，可以 replace 啊，取代这一个 replace 就是取代大家。取代化石燃料，所以希望有一天它可以完全取代啦啊！可是，等下我跟你讲它一个，我现在跟你讲啊，大家，以前我觉得很好啊，这个东西这么不用多一点呢？OK，它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哦，这个你需要很大风的地方，就讲啊，四周啊，比较哪里可以运用比较多呢？我跟你讲，海边，因为海边哦，你看啊，wind energy 哦。因为海边风大，海边呢是白天晚上那个风的方向不一样了，对不对？它不用等风来，应该讲海边是每一天呐、啊、都有风的哦。你看到诶，有很多海的地方或者大操场的地方是啊。我还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他们有一个新的科技用风能的，不是用这个风车的，我不懂找得到吗？啊，那诶啊这个。这个那天我看到，Oh my God，真是太厉害哦！你看啊，他讲哦，其实那种风车啊，大家你还在吗？我跟你讲更有趣的东西啊，OK？他讲，其实我们这种风车啊，有一个不够好、不够强的地方嘞。现在还用这种了，我看一下有没有 video 给你看 video，OK？YouTube，哇，很有趣的，这个我真的觉得 OK。虽然我可能你会觉得诶。有什么好有趣的嘞哈？要给你看，很厉害的，原来人类那么厉害，我跟你讲，can new techno 什么 technology wind 什么了啊？wind turbine 啊，wind technology 啊，看讲啊，这个好像是这个 bladeless，就是它不用风车了的。等下，new share 是吗？哪里啊？New share sound, OK. Have fled their homes. I have 喂，spoken to some of these. 这个，很厉害的，我真的觉得很厉害，这种人类很这样厉害。新的风车，它就是这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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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把动能转换成电能啊，所以它一定要动。可是怎么还要用这个动呢？很好笑的。Todos hemos visto probablemente alguna vez a una soprano cantando una copa y cómo poniendo ella el tono de voz de la copa es capaz de romperla con su voz, ¿no? Una resonancia de este tipo es una estupenda manera de transmitir energía. Nosotros lo que pasa es que en vez de utilizar ondas sonoras, lo que utilizamos son los remolinos, los vórtices que genera una estructura con el viento. OK，等下，这是第一个，哎，这个我觉得考试不会出道的，不过我给你知道，因为觉得很有趣。他讲第一吼，他不会弄伤小鸟啦。刚才我看到的啦，他讲啊，他不会弄伤那些天空的那些 wildlife 咯，野生动物，就是小鸟那些，因为风车会弄伤小鸟。第二啊，它不会有声音的污染，就是讲风车有声音污染了。这个我不懂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没有很。靠近了，接近过风车，然后我们也没有真正读到很多的。以前是看，我是看 video 知道的。哎，等下啊，其实还有重点的，怎么没有了哈？在哪里啊？它有很厉害的好处的。OK，他该那 video 没有讲到了吧？基本上哦。
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啦，他是讲哦，因为啊，我们这种风车啦，传统的风车是不是它要油的，你知道吗？好像你的门啦，用久了是不是有很多声音，是不是？所以就是讲你要涂油的，好像一个机器这样咯，你要放油的润滑剂这样，所以它还是有用到油，还是需要到你去 maintain 它 maintenance， 你知道要去 service。 可是这个一直的东西就不用油耶，很厉害哦，太特别了，我觉得这个是新的 风能的科技啦。 OK， 所以水力发大家这两个都是一样，它是把动能转换成电能啊，只要有动就可以了。所以水力发电当然有动了，就是那个水在流动。 OK， 所以这个哦它是 Sumber Tenaga Boleh Baharu 啊，它是当然也是属于可更新啊，这两个都是啦，它是其中一个最主要全世界啊最主要的能量的来源来的哦，在我们马来西亚也是非常的我们用很多的这一个。 OK， 就是这样罢了。所以呢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没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还是要节省能源，那就是这样罢了啦哈。因为有些能源还是一样，就是它会它还是，如果我们浪费的话啦，还是一样哦。它因为它好像我们的水坝啦哈，要 maintenance 嘞，也是你知道吗？不是讲这样放在那边它就可以永久了的，所以它不是免费的。虽然感觉上哎，这个能源是可更新的吗，很好啊哦，不会用完的，但是不是要 maintenance 那些的，所以还是要省电能。 OK， 所以还有什么东西啊，还就是还有一些电器咯，电器我们的 green technology 包括啊发明出一些节省能源的电器咯啊，还有什么东西呢哈air conditioner 它讲24到25度，这里哦它是讲啊比较 capable 的东西，说怎样节省呢，他会问你怎样节省，你自己写你会写的啊，如果你不会写读一读这一个，比如说 menutup switch per alatan electric， 关掉电器 apabila tidak digunakan， 看到吗， aircon 啊定在24-25度， OK 是比较节省的。还有呢使用那个电器是 check up 的那个有效的电器，三个东西，我看这个呢你画起来，然后你 highlight 一下你画星星一下，大家留意一下，这么我的笔不在的 draw。 OK 啊，三个东西啊， switching off electrical appliances when they are not in use， 第一个 adjusting air conditioner temperature at home 啊，还有 office 啊图24-25度，第二个还有 using energy efficient electrical appliances， 第三个他问你怎样节省能源，你写这三个。 OK， 看到吗，这个我讲了，这一课我们要准备的是 SAT 啊，所以你要 ready 一下 SAT， 他叫我们写怎样节省能源啊，写这三个下去。 OK， 这么他这样的 OK， 他要有问题要 sort 了。哇 OK， 所以这个阳光也是可以用对吗， Solar Energy Source， 第三个啊，刚才我们讲了风，然后我们讲了水，然后我们讲阳光啦。 OK， 所以这个也是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有潜能的，我们只会讲 bird potency， 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到大，我们没有大量的使用。 OK， 为什么我们很有 potency， 因为我们在赤道上啊常年都有阳光啊，所以这个啊他问你为什么马来西亚可以用，因为 Malaysia menerima cahaya matahari sepanjang tahun 就好了，看到吗，所以这一个在马来西亚为什么适合用啊， Malaysia gets enough sunlight throughout the whole year， 你就这样写。 OK， 把一些重要东西写下来啊，你他可能会这样问你，你要这样想。 OK，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 geothermal， geothermal 就是地底热能， geography 对吗，跟地球有关，跟 地上有关，所以 geothermal 是地底热能啊，地底热能，地底热能在哪里你看到他出什么地底热能啊，这个啊你 OK， 地底热能呢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比如说有温泉的地方，其实不是其实马来西亚也是有的啊，我们也是有温泉的对不对。 OK， 所以 geothermal energy source 是怎样呢，它也是可以取代这个化石燃料的啦，但是它需要看地方，不是每个地方有啊。地底热能是怎样用呢，它是这样的，你看啊我们建一个厂哦，把冷水泵下去，就是普通的水啦，泵下去那个 地底，这个地底如果有热能的话哦，它会把你的水变成热水再
你 bump 下去吗？它会上回来吗？所以基本上是你透一个喉下去，把那个水变热了上回来。热水会怎样呢？热水会产生出水蒸气，水蒸气会往上飘吗？是不是往上飘啊？往上移动吗？往上移动的时候，它会放一个轮轴在那边，那个轮轴就会转动了咯。所以它会用水蒸气哦，在高压力的情况下转动那个轮轴，就有动能，动能可以转换成电能了，就是这样罢了。OK。OK, unstable, 他讲哦。Unstable. OK, 我讲多一下啊，因为还有八分钟这样啊。OK, 我尽量讲着去，不然的话我们会花很长时间在这边。所以等下呢，如果已经就是他时间停了，因为我会讲到忘记时间了。他停了你就一样了哈，你知道了，我们用十分钟啊，你可以做一下练习，你也不用一直听我讲啊。我们已经讲到 4.2 了，基本上到 4.2 的题目都可以做，等下听到吗？等下你可以 7点他 stop 了，7:10你再回来，那十分钟可以站起来做一下啊，喝一下东西，吃一下东西，你也可以做一下练习。 OK 啊，到 4.2 你都可以做，我继续 4:3 的一点东西先。 OK, 现在我们讲哦，怎样管理垃圾，这样垃圾怎么办？OK, 为了不要这样闷，我们来看一下日本这样管理垃圾啊。那我看到 Facebook 有很好的 video, 可是我怕我找不回，我直接找 YouTube 啦。How Japan manage their waste 啊，看一下啊，很厉害的他们。我想要看的是他家里的这个啊。Zero waste down, 看这是小孩，因为我记得我看的是一个小孩。Hello world, where I'm from in Japan, this is how we recycle. Okay, let me stop Aiko right there. What she doesn't know is that this is her first lesson on the path to becoming a waste management specialist in Department of Residency, and I also work with a guide. Let's get the recycling guide. Yes. Haha! I got it. In this calendar, it shows all the tips and how you can recycle. So as mentioned, the program gives you a calendar recycling guide. That's every student's go-to cheat sheet. Waste management in its basic form is divided into four main categories. Pura, which means plastics, then recyclables, which has everything from glass bottles to tin cans to plastic PET bottles. Combustible waste, which is everything that can be burned. And incombustible waste, which is everything that can't be burned. Within each category, you're given examples of the types of goods that can be found within each one. If you look at packaging on items you purchase, they'll indicate how the items can be recycled. So, what I'll start Aiko off with today is what to do with a drink bottle once you finish drinking it. But first, she has to drink it. And then this is a cut piece. And are we going to drink it, Daddy? You can drink some. Yeah. Why do we get it? Okay, so the bottle is PET and then the cap is pura. And then what about the wrapper? The wrapper is plastic too. You mean pura? Yep, and then there's a thing here. It says ここから剥がせます, and that means you can like take it off from here. I can't take it very good. You're dry now. I don't need it. At our home, we have several areas where we collect recyclables. It's in a somewhat organized system. However, we haven't done some types of recycling for a month or two, so we have lots of stuff to go through. So in this next step in the waste management program, Aiko will go to all our home's collection points and gather our recyclables. Where does all the recyclables go? Here. Okay, well let's get them. Pull it out. I know it's a big mess because we haven't done it in 2 weeks. We kind of missed a week. 等下，大家，我跟你讲哦，如果你觉得很闲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全部日本人一定要做的东西来的。他不是因为他们很乖，他们做这件事。他们全部人的家里都是这样的，很夸张的。Doesn't come out. Just pull it. Come on. In the living room. Oh,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do that. Fine, you just did it. What? 然后哦，他们 Get ahead of yourself. 洗干净了。You still need to collect more. More. 哎哎，看到什么？
其实我要看不是这一个，我要找一个哦。哎，不见了。哦，哈哈。他甚至啊，就是油啦，啊，他们甚至哦，就是那个油啊， plastic, no. 也不可以倒进洗手盆的，好像我们那炸了东西什么，那个油倒掉啊，是不是？其实啊，我们之前不是读到那油其实不应该直接倒进去sink的嘛，说他有哦，醋啊一个东西啦，他倒进去好像那个锅一锅油是不是？他倒那个粉进去，那个油就会硬掉，整块油包起来丢去垃圾桶的嘞。哇，太厉害了！好像是我们是不是？我们读到 OK 了，油不可以倒，这样怎么办？不懂，我们只是读到油不可以倒，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不懂怎么办？ One side, I can't. 太厉害了。OK 啊，这个没有什么啦，这个是讲他们要怎样去处理吧，他们真的是处理了。说台湾也是这样，台湾也是做到很好，因为台湾以前被日本管制很久嘛，是不是？我不懂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影响啦。他们也是做到很好的，不然的话我们会被罚款的。刚才你看他先冲一冲水哦，所以他的垃圾全部也很干净的嘞，很夸张的。OK， 所以这个我们看一下，他怎样管理他的垃圾。洗沙就是固体的垃圾啊，大家。OK，I 洗沙 waste water 就是液体的啊，叫什么嘞？废水哦，那废水。OK，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紫色的啊 ，Kumbahan。啊，西沙基基米亚，还有三巴沙拉样的旺克苏埃，还有老，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因为很多是直接丢啊倒进河流还有海的，是吗？所以肯定是影响那个 ecosystem 啊，河流的 ecosystem， 或者是海的 ecosystem， 是不是 ？OK， 右手边啊，红色，大家 ，OK， 所以 production management 还有 decomposition 啊，我们产生，我们管理，还有怎样去分解那一些垃圾哈、哦、啊。所、so, 以我们这些我们做的这一些垃圾的这些管理啦没有很好，所以呢就导致产生很多温室的气体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有的垃圾场是直接烧的，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也是这样的、哦、直接烧的话会怎样？不是一样、哦、就是导致很多的那一个greenhouse 的气体出来，然后就改变那个世界 的气候啊气候啊这样咯。 OK，不过烧了哈，至少啊，我们是有经过那个啊排气那个 filter 的，就是出来的气体啦是热气罢了啊，还有二氧化碳，不过还没有毒气了啦，你知道吗？所以不可以自己在家烧，因为会有太多的不好的气体哦。还有呢，这个右手边巧克力色，大家看一下啊，说那些食物也是一样，说如果那些食物啊食物的废料会污染环境的，不会乱丢的，你知道吗？啊，即使是其实我们去好像去瀑布啊。去 picnic 啊，你知道吗？或者是去 camping， 其实食物也是不会乱丢在 campsite 的，要找远一点的地方，可以的话啦哈，不要丢在里面。可是不可以的话呢，你要丢在里面，你要找很远的地方埋起来的，不然的话那个 campsite 会老鼠，有老鼠就会有病毒，所以会污染环境的，你知道吗？ OK， 还有这一个，你看啊，纸张啊，这个就是、哦、从你我的年代讲到你的年代的啦，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我们就会讲啊，不要考试最好，是不是？所以他讲。产生很多的这个纸张啊，哇，一年哦有268就大单的纸张产生出来了，哇，很夸张啊。所以他讲啊，如果又要产生一个吨啊，一个吨就是1000kg 的纸张啊，我们要用到2到4吨的木的嘞，哇哦，2到4吨的木只可以产生到一吨纸张吧，啊，这样咯。所以纸张其实也是很垃圾的一个主要 的成分来的，他讲 OK 啊，就是这样。OK， 大家，我们等下再continue 去做一下他的练习了哈，等下7:10见。